如何将 Thermomix 的搅拌刀组保持在最佳状态？搅拌刀组是由索林根不锈钢制成，附有绿色的密封圈，可防止液体从煮锅溢漏至主机内的马达。您可以单独清洁密封圈，并在使用前将它牢固地重新安装至搅拌刀组上。搅拌刀组并非以其锋利度进行操作，通过刀片独特的设计和马达强大的动力，您可以将食材按照不同的需要进行处理，以取得较粗、较细或非常细致的效果。为了确保刀轴不会因不必要的过大压力而损坏，必须将要切碎、磨碎或碾碎的食材切成小块，并且在可接受的重量范围内，以获得均匀的成果。您可以参考美善品幸福厨房家常料理中的切碎功能部分，以了解有关切碎食材的大小和所需速度的更多信息。当搅拌刀组转动时，它应该是平稳旋转的，因此最为标准的操作为每当需要使用较高的速度时，以速度5启动 Thermomix， 然后逐渐提高至所需的速度。当使用速度7或更高的速度操作时，请避免突然停止研磨或混合的运作，建议在停机操作之前逐渐降低速度为佳。搅拌刀组可以根据个别所需而定期更换，尤其当其使用量较高时。有关建议的更换时间段，请参阅 TM6 使用说明书。在操作 Thermomix 时，若有所需，仅使用 Thermomix 的刮刀棒来帮助搅拌。千万注意，不可意外地将非食物留在煮锅内。在手持搅拌刀组时，请使用两只手稳定地握住它，并格外小心避免掉落。特别是在拆卸煮锅时，它可能会意外地掉落在您的脚上哦。当倒置拆卸时，请确保煮锅置放在木质的坚固表面、毛巾或垫子上，以减轻跌落的冲击。如何适当的清洁搅拌刀组？将食物长时间滞留在煮锅中，会导致煮锅和刀组逐渐失去光泽，尤其是烹煮酸性食物如咖喱。使用冲洗模式可以有效的清洁煮锅和刀组。每次使用后，请彻底清洁搅拌刀组，尤其是在长时间烹煮酸性食物之后，您可以使用小刷子清洁刀片之间的缝隙。请勿将搅拌刀组浸泡水中，因为这可能会在刀片上形成氧化的斑点。通过了解您的 Thermomix 配件及其功能，您可以将 Thermomix 的搅拌刀组保持在最佳状态，这也将协助您为至亲至爱的家人制作无穷无尽的美食。